要去访问那个车模吗？那有车模，这不是中国百货哎、欸，这也不是中国百货哎、欸，这也是那个，快点快点，来吧，两组六六就好了，降低了，两组六六棒棒糖，哇。我没有那个，为什么要叫肾气？对，就是因为他要卖肾，就是太贵了要卖肾。脸美女，那另外一个显得好胖哦，没有动力去采访他们，你们都没有刷礼物，我没动力采访，好吗？这里好像是万圣节的那个行动装置哎。哎呦，好多人，对。啊，谢楚天。可能是万圣节的关系要到了，所以这样。为什么要逼了呀？欢迎我西少，找一个地方坐一下好了，等一下要去彩排了，有点不想动，好累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台湾主播我叫赖夏天，大家点点我的关注好吗？这边记得点点我的关注。好，我先充电一下，好像快没电了。谢谢助言日论，谢谢什么音吹什么？哎，我的声音清楚吗？我的声音清不清楚啊？声音清楚吗？刚吃饱就乱走，我觉得好像很饱哎、欸。哦，我觉得我最近好像很久没有吃到好吃的牛肉面了。我感觉我最近都没有吃到好吃牛肉面了。刚刚那个牛肉面，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口味越吃越重了。台湾的妹子很多，喜欢吗？如果你现在已经在台湾了，你还在看直播呀？你不是应该好好的那个玩吗？还看直播？嗯，我喜欢酸辣味，我觉得要够咸吧。今天三哥才在说呢，他说我怀孕的话一定会变很胖。我说可是就是现在怀孕的话，女生都要进口。你们可以不要讲男朋友这种很可怜的话题吗？只不过我就是没男朋友才在这边直播啊，我有男朋友我就去跟男朋友恩爱去了，我何必还要在这边直播呢？唉，蔡小虎，咦，好像没带耶、欸、我走光了吗？坐着挺好看的，我走光了吗？为什么你告诉我一个要做你女朋友的原因？没有哦。西少，你一定对每一个主播都讲说你是我见过最美的主播，你一定对每一个主播都这样讲，我一点都不惊讶。怎么没有男朋友？因为。还不是因为我长得不好看，哇！跳舞保底星探，我的头发我觉得显得好毛躁哦，我挺有女人味，真的吗？
什么感觉是女人味，我倒不知道，是因为长头发，所以感觉比较女人味吗？现在说实话，没人会相信。我真的觉得你很不像在讲实话，没什么要求啊，其实只是都没有人敢追我。其实大部分人都会觉得说，就是我难搞，所以就不想追我这样。然后就是看我的外表，然后就是说我要求很多，其实我也没有很多要求啊。谢谢牛牛，谢谢孔方兄。谢谢小裤头加我的真爱。主播年年18岁。好想要去买个饮料喝哦。谢谢小裤头。就又有点不想走路。想要领回家的类型吗？谢谢七夕。I love you, 我只想为你 baby。 I love you, 接下来的哒哒哒，是一次你。我这是在马路上，对啊，平儿，我觉得我好像电脑直播怎么看都很丑欸，会吗？就算调试好了，我还是觉得我电脑直播看起来很奇怪，而且电脑直播怎么弄？就是你看有的人那个妆感都可以看得出来，对不对？那个妆感如果要可以看得出来的话，妆要画很浓，就是本人的话，你可能要。就是你本人可能要化那种很浓很浓的妆，才看得到那个有妆感。我平常就是淡妆的人，其实我也有化妆啊，可是我就觉得妆感没有那种妆感，就觉得怎么拍就是觉得很素的那种感觉，没有那种很艳丽的感觉，就是太素了。你不会觉得很素吗？哦。西少拜拜，远景不好看，什么意思啊？远景不好看，我看我自己的截图，我觉得口红啊，我的口红我都涂不住欸。可是，我觉得要有妆感，看起来比较专业的感觉。我都没有妆感，我去看别人都有妆感。八点要六五哦，对哈，我看一下他们找我彩排了没？有时候太早去彩排，他们都没有。谢谢小鱼儿，我看一下。没有找我彩排耶，我装死好了，我直接去。六五零闹啊，好像不用彩排耶，没有叫我去彩排耶，可能因为今天是礼拜天，值班的人比较少。我不是独生的，我们家有很多个小孩，有太多个小孩啊，我根本就他彩排就是确认一下说，就是你的那个网络啊、电手机啊行不行啊、声音啊、视频什么行不行这个样子。他没叫我过去彩排，我不管他了。
可是虽然说现在手机功能已经增加了很多，但是还是电脑比较方便的，就是有人如果换名字进来的话还是干嘛，你随时立马就可以做反应，这样用手机拨还是很多不方便的地方。五哥，我用手机拨我也没有比较多礼物啊，五哥你都不给我刷礼物，五哥你好歹也花一块钱加我的真爱团吗？谢谢阿猛，好想我，可以花一块钱加我真爱团，然后有我真爱团的一人一根棒棒糖帮我走一下，我不是老大。今天才77个铁粉帮我做任务，欢迎铁什么情歌，就是怎么样加我的真爱团呢？我给你们看一下哦。哦，真爱团。听说这样子看起来会很像那个胸部，伪胸部，什么东西呀、啊？什么东西坐地铁？什么东西呀、啊？什么东西坐地铁？这里，它这里有一个那个爱心的地方，有一个爱心的地方，把它点下去就可以加我的真爱团了。然后点心的话就是。我没有在坐地铁啊，我现在坐在路边等着，我等一下要直播。我现在坐在路边等着，等一下要直播，等直播。哦，因为这边其他可以坐的地方很暗，我现在就像一个流浪汉一样坐在路边，我无所谓啦。这边点心的话就是这里啊，左下角的地方有一个。点点点，把它点下去。哎、欸，你怎么知道啊，清风徐兰？清风徐兰，你怎么会知道、啊？清风徐兰，你怎么知道？那个点下去，然后这边有一个爱心的地方，再点下去。清风徐兰，你怎么知道？你是官方的吗？你在六五。你在六五，那帮我点点心好不好？你已经可以看到我的任务了。欢迎海阔天空，还没有帮我点心，还有帮我点点心好不好？会点心吗？不是你这个号，你在六五是场控是不是？你是六五的场控吗？清风徐来。刚刚进去的哦，有薪水吗？有薪水吗？帮我点心了，谢谢。有薪水吗？不做了，你都出来了哦，害我吓一跳，害我吓一跳，主要是太累了。真的很累，重点是有薪水吗？无聊体验而已。哎，有人叫我去彩排了，好，我要去六五彩排了。小风，场控太
空多个我不知道哎、欸。啊，我先去。我先去那个，我准备要去六五直播了，我准备要去二九，等一下等八点啊。大家可以先去二六五等我，六五频道，你们可以先去六五频道等我，我等一下要去六五频道直播，然后还没有点我关注的朋友在这边帮我点点关注好不好？等不了，是不是快的？帮我点点关注，然后点关注的话，就是只要我有直播，你就会发到直播通知。四六五，四六五，然后我要去彩排喽，拜拜。